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思雨。喂，恩雅，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想拜托你，你下班了吗？我刚下班，你说怎么了？我一会儿给你个地址，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东西，我想让你帮我取一下。20分钟必须赶到，我想来想去，只放心把这东西先放你那儿。好嘞，没问题，你现在把地址发过来给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也听见了，我好不容易让我去给他取个东西，今天晚上我能不能一起吃饭了？什么事儿这么急，连饭也不吃啊？哎，要不这样，我送你过去，然后咱们俩再一起去吃饭，怎么样？也行。 别怪我开这么快啊，是你让我20分钟赶到的。对，应该注意安全。行，那我就稍微开慢一点。哎，你说这个朋友是就是你在巴黎那好朋友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些人的日记我可是看过的哦。他叫徐思雨，是我在巴黎最好最好的朋友。 我在巴黎最难的时候，就是他收留了我，而且我被人家欺负的时候，他永远是第一时间挡在我面前来保护我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一开始烤的面包真的可难吃了，但是他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品尝，而且他还鼓励我。哦，对，就是跟你拿错的那个箱子，就是他送给我的。他说他不喜欢了，其实我知道，他是嫌我的包太破了，但他又不好意思说，怕伤我的自尊，他才那么说的。 反正一时半会我根本跟你说不完，思雨就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人。欢迎光临。 我特别的高兴，我最好的朋友不远万里的回来看我，什么也不说，全部都在这杯酒里。我先干为敬。打住！我可不想再看到你喝多的样子了。我现在以老板身份命令你赶紧把那酒给我还给饮料，听到没有？你见过他喝大的样子吧？太可怕了！哎呀，那丢人的事情你们俩就别再说了。好，我换。我以饮料代酒，先敬你们俩一杯。 干杯！干杯！我先干为敬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介绍呢。不用介绍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欧氏集团的副总欧阳，你好，我叫徐思雨，是美雅在国外的同学，也是美雅最好的朋友。久仰大名。
妹啊，我这次回来呢，除了要见你，我还要跟陈哲谈一谈。太过分了，他就眼睁睁地看着你被那个什么什么微微欺负，管都不管一下就走了。这种男人就是自私猥琐，甩你的时候恨不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把狠话都说尽了，然后又跑过来不要脸的让你为他辞职，你不同意，他就眼睁睁地看着你被那个什么什么微微欺负，管都不管一下。我好了，思雨，这件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你呀、啊、就是太善良太好欺负了，他就是猥琐，猥琐男。哎，你别一个人喝呀。你们两个聊女人的话题，我就只能喝酒了。别呀，你也给点参考意见，男人最了解男人了，你说他是不是个猥琐男？是，特别猥琐，相当猥琐。来，咱们干一个。啊，我说你们俩皆醉我独醒，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？谁都可以醉，就你得保持清醒。你都糊涂了20年了，早知道陈哲是这么个负心汉，我就不应该让你回来。我也希望我没回来，回来以后就什么都变。所以，他傍了个女大款？怀疑。手机给我。你要干嘛？我要找这个陈哲好好理论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思雨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但是可千万不能跟他说，我不想跟这个人再有任何瓜葛。现在不是你跟他的瓜葛，是我跟他的瓜葛。我倒要问问他，究竟是什么比20年的感情还要重要？我更要问问他，他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把手机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不给。给我。思雨，你别闹了。哎，给我。哎，不不，给我！你别闹，思雨，你快点拦着你！哎呀，还行。思雨，你真的不能给陈哲打电话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想追究下去了。妹啊，都这样了你还护着他呢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还喜欢着他，还想给他留最后一丝颜面，又或者说你心里存有一丝侥幸，你根本就不想戳破他。是，我承认，可是20年的感情不是我说想忘就想忘的。妹啊，哎，我不要。刚好呢，今天林美雅帮我解决了一个工作上的大难题。本来今晚我要请她吃饭，既然如此，我今天就跟你最好姐妹徐思雨，把你心结给你彻底查出，就当是老板对员工的奖励。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喝了酒比我还疯啊？喂，陈哲。我是徐思雨，我要找你谈谈。什么？手机从楼上掉下去了？哎，保安同志，您是哪个小区的？哎，好嘞，我知道了。那手机您先收着，到时候我让手机的主人找您拿。哎，好，谢谢您。这负心汉竟然把手机从楼上给扔下去了，他神经病吧？不行，我今儿必须要找他好好谈谈。妹呀，你知道具体地址吧？不知道。芳华国际 B 组1701。欧阳，嗨，你们两个不是真的要去找陈哲吧？啊！出来，别过来！哎呀，你们俩，你们俩还真去啊？哎，我没事，我下来。